啊，没有，我没有找到签名。我下次会想要请他签个名。随缘啦。随缘。对对对，我这次也没有找到签名，每次来都很忙，他都很忙，很多客人都找着他拍照。我想要他签名，再加持一下。哎呀，不用啦，反正他这样子给我呢，我就很开心了，就很好了。哎，他，我也没想到说他会电视上帮我报。那我也会说，会不会担心到时候切到手软，很多人来了？不会啦，反正做了那么久了，都很习惯了，对，不会，客人多好啊。那您的话，就变写二图，您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吗？还是说你做到第二代？我现在已经在第二代在接手了，啊，是我在前面帮他卖，因为前面都是我在站，啊，我还会动啊，还会动就是要动啊，人要活就是要动啊。哎，他现在是第二代在接手了，都是儿子在进货。因为他上去年来的时候，我在电视上有看到他，才知道才认识他。进前就唔捌，因为咧电视看无看过，唔知影唔捌。伊讲伊真早就捌来啊，嘿，我是唔捌，是去年来吼才知影，才白啦，知影讲伊是广仁兴。